现在我们来到马鞍岛的恒大悦龙湾的这个交楼现场。今天呢，有很多业主呢陆续的过来收楼，然后呢，看到他们的这个交楼标准呢，我们都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他们的交楼标准呢，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房间也有这个背景墙，还有这个空调、灯饰全部都是配备到位的，也是按照之前约定的这些配套呢，全部是给到他们的。今天交的呢是3栋、7栋、12栋。然后下个月呢还会有10栋、11栋、15、16、17栋的这些业主呢都是可以交楼了。可以看到全场有几百名的这个建筑工人呢也在加班加点的完成交付工作。因为马鞍岛这个地方呢它是整个中山的这个门面啊，我觉得政府的这个保交楼的政策呢是以这里为主，所以在马鞍岛买房呢是可以不用太担心这个交楼的这个情况。最近呢我们的业主群呢也是活跃起来了因为这是个恒大的这个交楼现场以及其他项目的这个售卖的这个情况。如果你是马鞍岛准备选房或者是业主，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业主群，都是可以互相交流可以知道我们马鞍岛每天的点点滴滴我们公司呢都是在服务马鞍岛所有的业主以及购房者，给到最贴切最真诚最专业的这个建议给大家。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马鞍岛的情况，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我们优选家任何地产人都是可以真切的去为你服务。